由於咧，我就上星期咧就重組咗旗下兩間公司，咁咧就一夜之間咧就負身家多咗200多億，咁而家就有啲閒錢嚟買嘢玩，咁我就買咗呢盒嘢嘅。咁呢盒係咩嚟嘅咧？呢盒咧離譜啦，就係、是、AK240嘅 Blue Note 版嚇、啊。你 player 咪 player 咯，細細個咁啫，你包到成盒嚇、啊、火箭炮咁做咩咧？型咯，英雄主義咯。好啦，我而家咧就打開佢，俾大家睇下裡面究竟係點嘅。死啦，點開？嚇、啊，好重啊！就係咁樣嘅。好啦，中間有條帶咧係要剪彩嘅。嗱，我剪噶啦，我真係剪噶啦。開鼓，開唔到。喂，跳出嚟，跳出嚟啦！喂，你睇下，佢連發寶膠都要打埋 Blue Note 75，呢啲咪叫乜乜咯？粗口嚟嘅，我唔講啦。好，然之後裡面咧就有一棟75隻，75隻唔係碟嚟喎，75隻係有封面嘅，好似係有封面嘅Blue Note 嘅CD 封面，但係裡面全部是 memory card 嚟嘅。我轉頭先凍高佢啊，而家凍唔高啊。咁跟住咧，重點咧就係呢度係啊，我哋拆曬佢出嚟睇下有咩先。呢啲應該係 accessory 啦，呢部應該係機啦。呢、這個係呢支棍嘅底座啦，即係你屋企邊會有咁大地方走嚟嚇咁樣凍一支咁嘅嘢喺度？呢度一尺啊，一尺香港10000多咁啦呢度。即是我洗完成5皮嘢嚟买呢嚿嘢都唔够抵死，仲要喺屋企花多皮几嘢占咗一尺嚟俾佢冻起嗰支嘢，呢啲咪乜乜咯？好，跟住呢度仲有一本纪念册，唉，真系辛苦啊！真买完仲要辛苦添。咁啊，主角喺呢度啦吓，我哋睇下。主角是怎样的？哎呀，蓝色又真的挺漂亮的。看回它的外形，哦，后面是有，都是有蓝色75的字样的，这个碳纤底，还有这个特登做的 Blue Note 的蓝色啦。那跟着呢，放在另一边先。还有个皮套啦， Blue Note 的皮套是什么色的呢？金色版的，哇，頂，這麼漂亮的 Blue Note 這個都是藍色的，金色這個就啡色的，這個俗一點，如果這樣比較，我覺得這個漂亮很多咯，這個好，袋回它先，這些收起來，這個拿出來用的，這個经过我3个马姐和4个丫鬟的努力之后咧，就终于动起咗呢支嘢啦。咁呢度系咩嚟嘅咧？呢度就系75张 micro USB 嘅。咁里面系点嘅咧？我抽一张出嚟吓，就系、是、有翻嗰只 CD 个封面噶啦。咁同埋有嗰个歌名啦，同埋有一张有呢啲歌嘅 MQS file 嘅 micro USB 嘅。咁呢度有成75只。咁如果要听咧？我想都要聽幾個禮拜，日以繼夜，夜以繼日才聽得曬嘅。我邊度有時間呢？我仲要去開曼群島註冊，係嘛？我唔聽住啦。啊，唔係喎，嗰啲歌其實已經預載咗喺部機入邊，唔使一定逐隻聽。咁我帶埋佢去開曼群島啦，拜拜。頂！我啱啱先發現，原來個套個底都仲要攣埋75喺度，算點啫？而家～